刚来看我们的高级菜郭主义郭师傅。郭师傅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吃素啦。对，今天这个素也太够味了吧。哦，方圆十里通通可以闻得到。真的，真正是哦，好厉害呢哦，招不起。真的，你留。赶快说今天要做什么，赶快说。那个吃甘草。臭豆腐不是清蒸哦，是干炒哦。有吃过干炒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赶快来看看怎么做。真没有吃过干炒臭豆腐，真的哈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是清蒸的呀，那必掉啊！哦，好，好香啊，好香！这只有我们闻起来才会说它是香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但冻得是香的啊，清新哦。对啊，嘿，那阿未煮哦，像边就像哦，真的，拢先走一边啊。嗯，啊，但是咱今日要做干啊，砰砰砰，方圆十里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。都用吹呢？对啊，用吹啊。用擦，用擦，用擦，佫啊有够味。臭豆有两种呢，一种大块，一种细块，迄大块。就大块。就是吹迄种。对，吹迄种哈。来，安尼放当内底，碗内底，咱无要切。无要切，无要切，安尼切干咪伤大滴？哎，无要切，但是我们要去抓它。这样子是人粉。哎，对啊，爱去碾它。哦哦哦，安尼切过，安尼切过，哦，哎呀，更有味了。哈哈哈！哦，你等下手莫甲我碰着。我刚才我挂手刀。哦。啊，但是吼，你即卖咸吼，会咸吗？哦，你卖打抢哈？今晚一必胖了，今晚就炒哎。对，要怎样才会香呢？没那么胖呢。来，那奶队要看更油的来哈。哦，更油，很奇怪哦。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，我跑几盖听也听无，啊，我加都加有啊。第二盖听也袂记哩，我搁记起来，第三盖拢袂记哩啊。就先呐，奇怪，炒的物件吼，落去变一个拢必胖的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家是炒的，咸鱼哦，咸鱼啊，咸鱼，咸鱼是不是？是。哎，煎过之后就香嘞。对啊，好吃不得了。对啊，炒之后我们家那是煎过香。对。啊，够下面炒，大灯，大灯，对啊。煎过是香，对。对。够松，够好吃。对。啊，这臭豆腐呢，赶快像安尼用油来炒过了哈，它炒个变呐，恰恰煎完之后把也水分它擦掉。哦。个变胖哎，方圆十里，通通可以闻得到这个味道，很好，好不好？现在要炒多久？哎，炒大概五分钟。五分钟好，你慢慢炒，炒好叫我。好，没有问题的。待会见。哦，好香啊！五分钟啊，你看，嘛，太多啊，你都找到找到一笔的吧哈？现在头一直进来，头等于换过来。还有看到个这个吧？哎哎哎，还有什么个吧？想看买一只笔。可以来啊！哦，他多啊，超咸噶，差不多伊啦。真卖嘞，酥的，酥的，对对。啊，所以讲为什么叫甘草？对，好，啊，去卖人去补一下。从来没有吃过豆腐，臭豆腐这样炒很香哎。对啊，把水分把它炒掉，有没有？就变成香的了。来，那去卖人，人家请他推荐哈。来，加另外黑哈。过来，咱今麦这个香已经出来啊！哦，咱今日要加什么呢？要加这个梅干菜。哦，梅下饭。梅干是梅干扣肉啦，啊，那种做淡味啦，啊，你要炒出来嘛，做香诶。盖对哈。对，当然嘞哈。人家说什么你知道吗？要弄那个相提并论，这个梅干，这个梅嘟嘟啊，好安尼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来，啊，咱今麦梅干菜一定要有油，要有油来带动起来哈。哎，阿伯也搭搭嘛，哎也搭搭，阿咱今麦吼，每个油来带动了，它会更香。这嘛是啊，你平的时阵哦，你无炒的时阵，一个你乖乖炒铺炒铺，哎炒落去就香啊。对啊，赶快啊，就爱炒豆腐，赶快啊。所以他们就是好朋友嘛。对呀，再放姜进来，还有辣椒末。东西也是这样子。对，辣椒末进来，包括你讲啊，你有够香啊哈。对哦。但是冷香。我们今天要放三兄弟，哦，三兄弟还缺少一个兄弟进来，一些物件吼，我你想到一个老脆暖，老脆暖个什么啊？想要吃，吃了个安怎？一直跟一直去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，来，咱叫几项物件。来，请看。红话梅。没有。买。不要。买这个吧。哎，颜色很漂亮。来来，红话梅就像这样。这我家乖都不敢。哇，啊，你要吃几个吧？不。不。啊不，最后一只。好。单一条就好啊，吃巧呢。嗯，这个配臭豆腐，这咸是咸咸啊，咸甘有哦。哎，甘对不？
哎，这么坑的料，增加它也甘多。哦，梅干菜不然甘不甘？对，阿哥还有它的香味哦。最主要你在经过热炒过以后呢，一块化梅也香。然后就要脆嘛，天天嘛，一点点而已，那个对啊，口水就一直流。嗯，喜欢嘞。那你要再加一点水吧。要。那个梅子没捧啊。爱加，来，来，那进来了。加点水，那个梅子。哎，裂那个串。对。嗯，来。来擦好出来哈，味道阿哥，咱这卖醉酒完了哈，它整个味道都在里面。对，阿哥学会掉了。阿妹呐，带来做会吃。好，我给他。咱这卖呢？咱这卖，咱得臭豆腐，这卖给咱好几碗啊。来，我不要浪费嘞。已经做胖的呀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咱梅干菜跟那臭豆腐，胖多能行多出来对吧？阿哥，哥咱的红话梅。赞哈！导游我袂肯诶，阿妹，来去煞糖油啊，因为咱诶梅干菜梅干菜有咸吼，阿梅啊嘛小寡咸，对，阿梅啊梅啊冇甜啊，阿梅啊还好啦，梅啊甜度还好啦，我觉得很甜诶，哥跟我导游带，莫啃小嘴，我们增加它颜色而已哈，有点酱油味道，对，来胡椒粉，胡椒哇，这个拌饭太赞哦。啊，我来讲啊，菜我谈多少来讲，什么？咱的苍蝇头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有那个。有没有？有那个味道出来？那整个颜色、形状呢，都蛮像的。绿色的，它这是臭豆腐的，白色的。对。金黄色。来，再我们再烫开了。青椒真的很香。在我们这边呢，还有青椒，对不对？颜色还有它的营养问进来。不一定要青椒，对不对？家里如果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青江菜、梗子，可以。切切，只是有点颜色比较漂亮而已。对，可以。有那个青江菜、芹菜嘛，应该。对，来。啊，增加它的香，哎，平常嘛，别吧。对啊。来，我们香油进来。哦。安尼好啊。安尼好啊。来，咱来搬好来。你看臭豆腐竟然咱炒甲变安尼，你看。竟然咱炒甲变安尼，你看。真的，我刚才你不过炒泡菜落去。哎，真啊，咸崩饼有无？哦，对呀。对呀，咸崩饼。加馒头就真简单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有馒头夹馒头，没馒头夹烧饼，不然就拌面，咱们吃饭更好。来，试吃。哇，哎，这样来炒个咸嘛碎呢？对啊，对不吼？因为那个梅干菜亮亮的，这样再加上这个豆，就是我们的臭豆腐，还有一些梅子哦，这样看起来蛮高雅的。那不爱讲这臭豆腐，你专门选了臭豆腐。哦，我平常只要臭豆腐，哎，这样好吃啊。哎，这样那梅子很特别。哎，对，梅子可以就是会干。对。哎呀，清汤哦。跟臭豆腐的味道加在一起，又有一点那种综合的效果，对，对不？要搁咱梅干菜哇，炒过再香哇，那整个香味跟我们臭豆腐哇，干炒出来再香多哈这味，对啊，变超香，一点都不臭了。对，对，而且那梅子真的效果很好。对啊，梅子干吗？干不干？对，所以讲哦，因来这三兄弟嘛，缺一不可哦，真的。加梅子蛮加分的。对，我本来想很好吃，没想到真的超好吃。吃看没啊？赞！对，所以就是这香哦。真的，谢谢。真的好香哦。对。